逆市下减价盘获买家承接。利嘉阁分行经理梁君耀表示，青衣号景湾一座中层 D 室，实用面积约537方尺，采两房间隔，外望市景。原业主去年12月开价900万元，放盘后未有用家承接，故2月时减价至860万元。买家睇楼后大胆还价，最终以805万元成交，尺价14991元。据了解，原业主于1997年6月以约417.2万元购入上述单位，持货约25年，现转手账面获利约387.8万元。物业升值约 93%， 屋苑目前放盘量约86个。最低入场价由785万元起。翻查资料，同一屋苑同座中层 D 室，于2019年4月以880万元易手，尺价约16387元，意味近3年来单位跌价约 8.5%。